摩拉维亚每日箴言，为每日生活注入美好勇气。诗篇91篇14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约翰一书3章21-22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让我们花些时间来默想这两段经文。上帝以温柔触摸坚定我们的信心，预备好我们可以分享爱，使我们的感官更敏锐，教导我们用心灵观看，单纯相信如孩童，好让基督福音在我们内心里重新得着活力朝气。